大家关心就是市场开放，那我们同时实名制的口罩也来并存，那这样呢，可以说开放了以后，6月1号在市面上一般的通路就可以买得到口罩，价格也会回归市场机制，但是我们暂时还是维持实名制的购买，让有需求的民众一样可以买到14天9片一片5块钱的口罩。如果说我们的民众他担心的话，那就回归到实名制来的话，那就可以满足大家期待的那一个所谓的5块钱的期望值。那至于市面上的部分，那这些厂商通路商他一定是怎么样，要考虑到因为现在实名制有5块嘛，所以呢它一定会低于5块，哦，它到时候就是由这个人民去选择。现在自由贩售的价钱，哦，因为这个原料普遍，哦，都涨相当多，哦，基本上像现在市面上如果这些零售价，哦，大致在会在10块钱左右。6月1号，我们就改采这个定额征用国金退场。那我们就是预估国内基本需求是每日800万片。现在大家都蛮关心哈，那个有关于这个我们的口罩的政策。好，那基本上我们大概就好，大概6月1号起，我们就固定征用800万片。那其他的就要开放口罩的国家队。他已经完成阶段性的任务，疫情稳定了以后，那我们整个购买的需求也在下降之中，在库存充足而且超过3亿片以后，从6月1号我们就改采这个定额征用国金退场。那我们就是预估国内基本需求是每日800万片。那昨天我也跟我们这些口罩的厂商来座谈，那原则上也按照过去个别厂商他过去的实际征用量的比例来做分配，超过征用量800万片以上的额外的产能，这时候我们就来开放这些口罩来内外销，让我们的口罩国家队去打世界杯。那谈到国内口罩数量，透过这样的机制，那我们不会来减少，所以在实名制的口罩也会继续买得到。那万一疫情有变化，定额征用量的量，我们会有弹性来调整机制。低于1亿片的库存的时候，那我们就会从每日征用量的800万片改成为到1200万片。大家关心就是市场开放，那我们同时实名制的口罩也来并存，那这样呢，可以说开放了以后，6月1号在市面上一般的通路就可以买得到口罩，价格也会回归市场机制，但是我们暂时还是维持实名制的购买，让有需求的民众一样可以买到14天9片，一片5块钱的口罩。